哎呀，咱们今天接着笑。连六，我跟你说啊，昨天我接到一个观众打来的电话，是吗？说咱节目太坑人了，要找我讨个说法。哎呦我的天哪！这怎么的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这是啊？不是这样吗？他最近不是过年了吗？啊！然后啊，人家在饭店请客、吃饭。哎呦，当时啊，那个包房里正在放咱们新笑林栏目，哎呦，一桌子人乐的呀，人仰马翻，前仰后合的，全喷了，满桌子山珍海味，浪费了，糟蹋了。就这事儿啊？没问题啊，那什么，我们栏目组买单，不差钱啊。你自己报啊？自己报。哎呀，这个报倒是不太可能，但是我们可以请大家吃顿饭嘛，对吧？是，上他家吃。嗯，他家房大，40多平呢。哎呀，40平房，20平厕所，你上他家吃去吧，那才好呢。去什么我家吃饭？去胖丫他家吧啊！而且是胖丫亲自掌勺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这还胖丫下厨了。哎呦我媳妇儿，你这是要干啥呀？下厨房啊？哎呦我天，媳妇儿，这么多年我头一回看你下厨房，你准备做啥好吃的？你看我出来忙闲呢。那好，媳妇儿你忙，我不打扰你。可乐，哎你回来。咋的？老婆、你说可乐加鸡翅，可乐鸡翅咋做的？那就鸡翅里边放点可乐行吗？就整那些没用的。谁还不知道可乐加鸡翅那么多？就说里边放点什么配料，放点……哎，你放点酱油试试。酱油？哎呦，我老公，你太有才了！放酱油，酱油啊，酱油，给你酱油啊！媳妇儿啊，咱家厨房也不在这儿，你怎么跑这儿做菜了呢？不烦人了，没看人正忙着呢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这可乐鸡翅要研究成功了，我就变成高级厨师了。你这啥时候能研究成功？我还饿。我终于变成高级厨师了。媳妇，那你都变成高级厨师了，那今儿饭谁做呀？你做呗，你新来的，你知道我怎么做呀？你看你都成高级厨师了，完还得我做饭。老公。别忘了再给我做个土豆片啊！媳妇儿啊，那土豆片今天做不了了，土豆没了。土豆没，你去买去啊！不是我走不开呀，我那边炖可乐鸡翅呢。我这也炖可乐鸡翅呢，我也走不开，马上熟了。那咋整？哎呀，媳妇儿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农场里边的土豆还没收呢，你快起来，快！哎呀，我这马上熟了，我这再不熟也投地了。这是什么事儿啊？整的这胖丫，这哪下厨房了？这整的是网络上假厨房吗？这是啊！我怎么知道他玩的是网络游戏啊？真是的！哪回没把客人领去？要领去啊，全得喝西北风去。行了行了，咱就这么想哈，真厨房假厨房都是厨房。他就他就留他就，是不是？你说我们男人怎么这么苦呢？最难的人就是男人呢。哎呦天，你说我那兄弟杨斌。在家里除了干活，那就是挨欺负，没别的了。你说这，哎呦，你也是离开家就能有好日子过呀？啊，最起码有自由啊，自由啊。那好，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哈，没有媳妇管，自由的日子是什么样的？
卖点杀虫剂，哎，这家伙，哎呀，老命都差点搭理，哎呦我天哪，这小动作，我喷，哎呦我天哪，哎呀，我看他呀，那是真累呀，是啊，啊，挺累呀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要想轻松也挺简单的，不信你看接下来这两位啊，哎呀，特能整，超级搞笑。Bye.
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，新笑林新段子，新包袱新笑料，开心快乐那真热闹啊，大笑十年少，笑一笑心情好，明天节目更精彩，想看早来，你别迟到啊，好了，明天再见喽，拜拜。